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兰，今天来这水库钓一下鱼。现在有几个人在这边钓，那边也有一个人。今天人不多，现在这个饵料也开好了，就准备下竿了。好，现在漂已经钓好了，钓的是五米四的，2.0+1.2的直线，希望第一竿就来一条大货。条就来个草鱼，这草鱼太小了，也就一斤多两斤左右，看一下。小草鱼，来一条啊！一条长刺，切线了，跑掉了。可惜了，可能是抄网碰到了，要么就直线太小了，1.2的直线，哎，又跑了。刚刚重新绑了一个钩，还是钓双钩的比较好一点。太可惜了，那条塘刺应该有个两三斤，应该有吧？好久才中一条大的。让他给跑了。小鲤鱼。大的跑了，来钓小的。哎呀，这得气死人了，那条大的给切线了。这条鱼这么牛逼，
一拉起来，它直接飞到水面上来了。哎，差一点就跑了。也就是半斤左右了，没有半斤，应该四五两。哎，这个钩又脱掉了，看一下，怪了，今天是什么情况啊？刚刚跑了一条大货，现在这个钩又脱了，算了，不钓了。就剩一个钩了，懒得绑钩了。现在天也快黑了，有点不服气啊！这个大货跑了，回去拿一床蓝河大网布置。现在收竿了，看一下，这小鱼都是小小一条，这草鱼太小了，放了。大概也是半斤，还有这三条小的鲤鱼，隔壁两个钓友说没有钓的鱼，拿去给他们，他说想拿回去他的鱼塘放。三条，三条鲤鱼给你们，六个。现在回去下渔网。好，刚刚回家拿了两床这个渔网过来放，这个湖泊大概100亩，现在里面应该有货，下水了，拿了一个游泳圈过来，等一下放到那边深一点的地方。这船网大概是2米高，在这里放过去了，前面这里大概有4-5米深。哦，有些冷啊。好冷啊，还有一船还没有放。这个天下网确实辛苦啊。现在好冷啊，还有一船没有放，现在天也快黑了，等一下摄影师就先回去了，这一船我就在这里面慢慢自己放了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这船放的比较浅，